有时候坏球坏的比较明显一些，用球数我才有点扶摇直上。不过目前五局也只投了77个球，这个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界内 home run。 哦吼，张建民这时候呢飙了一支相当大号的全垒打，好像直接打出球场外。哇，奋力一击，全力的拉打，面对第一个球了，掌握的还蛮不错的。我这一次全垒打了，这股气势看能不能把牛队了前五局的那一种攻击方面不理想，整个把这个士气带起来。这支全垒打是张建民本季的第六支，也是麦格伦呢被打的第六号的全垒打，都是六了。哇，这个球一打出去，我就看看是界内界外的问题了。接下来轮到林奕泉，现在比数追到了2-5，落后3分。今天麦格伦呢，清一色的全部都用外角球来对付林奕泉。来看一下这个球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对张建民非常有利的位置，真的直接打出。